期女团 BLACKPINK 近日展开亚洲巡回演唱会，演唱会以泰国曼谷为首站，四名成员纷纷在社群平台分享在后台休息室的花絮照，其中成员 Rosé 就透过 IG 分享一组火辣指数破表的美照，只见她扎起头发，身穿细肩带背心和短裙，完全零赘肉的纤细蚂蚁腰和一双超不科学的逆天长腿，令大批网友惊呼连连。另外她也 po 出和 Jennie 及 Lisa 的合照与影片，意外捕捉到两人调皮的模样，照片中 Lisa 嘟起嘴巴， Jennie 摆出俏皮的姿势摆拍，画面相当逗趣。另一段影片中，两人则是躲在 Rosé 后面玩耍，调皮的模样令大批网友全被萌翻，几乎两人真的是太可爱了。